家好，今日 Smart Cook 同大家分享无水柠檬蒸麻油。无水蒸鱼可以保存鲜味同埋营养，而且我哋用柠檬代替调味料，咁就更加健康啦。首先将柠檬切片，姜切薄片，大概要5至6塊。麻油刮去鱼鳞，清理好内脏。将姜片排喺锅入边，然后放上麻油，再将一小片姜放喺鱼肚入边劈腥，柠檬片放喺最上面，冚盖，中火开始，气门响起之后转到细火。总共蒸10分钟，视乎鱼的大小可以加减2分钟。10分钟之后就可以熄火，再焗5分钟就可以了。大家都一起试一下。